心理寰宇，尼泊尔的纳加阔特。在尼泊尔的纳加阔特，被欧美旅游者评选为喜马拉雅山最佳观日出地点。上山原始的梯田景观，这里海拔2000米，我们下榻的旅馆坐落在2000米的山顶，可以清楚地观测到喜马拉雅山的日出。晨日的霞光洒落在喜马拉雅山绵绵的每座山头，眼前所见山峰全都高达7000至8000米以上，其中有一座就是圣母峰。日出金光照遍大地，晨光普照山坡人家，佛光洒遍乡间田野。高山居屋与喜马拉雅山相互对应，山谷云海，山谷下的村落，晨光金黄满山谷，太阳从云层中爬升，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谢谢方丈。